好，这一组九号赛由来自卢西的果吉，他的对手是八号，是来自卢西的山口啊，两头都是来自卢西当地的赛牛。小牛组第一轮获胜的所有牛主，到主席台的右侧进行通贴。大牛组听我们团长组的笑声。来了。哎，先进的十八号可能不太想打。好，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。还是不接脚。哦，算了算了，不掉了。九号不接脚获胜。来喽！我手指打不着，我手指打着，我这个手指。哎！手指接下来。十四号对阵十七号，大野牛，第一轮第二组，十四号对十七号。